霹雳打不军，我是 Sky， 我是妈的红红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红红来拍摄我们的 Q&A 环节节目，那么马上进入我们最期待的第一题吧。红红，我问你啊，你认为在台湾30岁男生应该要多少存款呢？至少30至50万吧。30至50万，嗯，这样会不会太少？会吗？我觉得这是基本的。30至50万哦，出个国可能就没有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还没有出过国呢。哦，我也没有出过国，但是你认为30岁男生这样就够了？我觉得够了。哎，就足够应付他自己的生活大小事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这个答案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哦，因为这个是网络热搜的题目，不知道在荧幕面前的大家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多少？如果你有觉得很棒的答案，欢迎留言在下方哦，我们都会观看，谢谢各位。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访问红的全部答案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欢迎各位朋友邀请来参加我们 TEWG 的会员频道，有越多人加入呢，我才可以访问这么多优质的 model 或是 showgirl 来询问这些劲爆题目给大家看。那么又到尾声了，然后是时候跟各位说再见了。我是 Sky， 我是红，我们下期见。